天高中的家长会长啊，是的，对啊，对不对？啊，你要问我啊？您是？我的女儿是中大立中毕业的，杰出校队，掌声鼓励一下。其实你在当面很多中大立中的孩子，对，其实在我们还有很多杰出的孩子。对，那其实观众，你想说我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学校？对，各位知道我们是什么学校的吗？我们是鼎鼎大名，今天音乐会的主角。等一下。大家应该也听过我们学校。对。哇，我是校长张宏宇。掌声欢迎我们校长张宏宇校长。你是执行长。是的，大家好。张老师，在今天的音乐会中场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的人在台前跟我们这个宏宇的拍照。小弟们拍照。对。这应该是这一辈子哦，第一次跟宏宇的拍照，没有想到竟然在国家音乐厅，对不对？而且那么频繁那个东西，是会跑到国家音乐厅来。为什么会有宏宇的在我们的国家音乐厅出现？好，其实我们大前年哦，龙潭爱乐管弦团就跟国立新竹生活美学馆申请他们的一个叫做村落文化发展计划跟社区营造，然后我们在大前年的时候把龙潭区的垃圾车变不一样。哇！对，因为大前年五千不让把垃圾车开起来。你说垃圾车开到国家？哎，他不让我们开起来，所以我们大前年就不能 promote 这个。在龙潭区的龙潭市场，中午12:30跟下午3:30都停了垃圾车，不是在放爱丽丝跟少女的祈祷。所以他放的是我们的龙潭爱乐演奏的音乐。哇，那到垃圾都是一种幸福感。对。所以大家变得很喜欢倒垃圾。哎，对对对对，就像我每次去楼下丢垃圾的时候，那个我太太就说：“哇，你丢垃圾的姿势好漂亮。”从那天开始，我每天要去丢垃圾。是的，对。丢垃圾都会被赞。对对，然后呢，我们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在去年呢，又把校园钟声变不一样，我们把高原国小。就这个学校。对，双龙国小，因为我今天带错了，没有带到双龙国小，所以要反带。高原馆跟双峰小的校园钟声，上课跟下课，还有放学，这个上学的钟声呢，都变成在地用三颗纸跟平板，用我们龙潭爱乐演奏。哇，所以同学们在上课、下课、上学、放学的时候，都可以听到我们龙潭爱乐的味道。是的，我们让音乐走入生活，音乐走入日常的生活里面。哦，是。那红绿灯呢？这就是今年跟明年的一个案子，我们叫做。龙潭有爱，唱行无碍。然后呢，叫小绿人会唱歌，将在龙潭有四个地方的路口呢，有音乐。过马路的时候，就有龙潭爱乐演奏的音乐。哦，也就是在龙潭，哇，真是太棒了！所以以后我们在过马路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就会听到龙潭爱乐的乐章。是的，我们演奏的音乐，要听听看吗？大家想听就想听听看。好，朱老师。
声。谢谢我们张团长。除了等待红绿灯有音乐可以听之外，那以后还有什么样的计划也可以跟我们参与有关的？哦，大家要听什么来讲？大家想不想知道？掌声鼓励一下。在讲这个明年要做什么之前呢，那要不然要谢谢这个，因为大家从来没看过这个红绿灯长那么可爱，对不对？啊，它其实不是十字路口搬过来的，我们是跟台北国际航空站、就松山机场，还有新东阳食品来赞助借给我们的。也掌声谢谢我们的航空站，新东阳食品。为了让音乐生活化在地化，我们明年的计划呢是让要在公车停，在等公车的时候，709来的有709的音乐，5053来有5053的音乐，这样子好不好？所以709、5053，那龙猫公车来是龙猫的音乐吗？有，太棒了！所以各位在龙潭幸不幸福？幸福，因为有龙潭爱乐跟大家，对不对？再次掌声给我们的爱乐，谢谢。对，我们从第一首曲子到今天等一下压轴的曲子，等于绕了世界一圈，有西班牙的法雅的音乐，有俄罗斯的音乐，有在地客家的音乐，也有维也纳的降落舞曲，那当然最终还是要回到台湾，我们从台湾重新出发，从台湾大家一起出发。是，所以最后这首压轴的曲目，我们就用在地的代表我们客家精神，也是我们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客来十人”。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指挥顾连昌顾教授。